AC 米兰强势的夏季转会窗口可能会继续，他们将以惊人的价格击败切尔西和意甲的竞争对手尤文图斯，以转会拉齐奥球星米林科维奇。AC 米兰刚刚从尤文图斯签下前锋伊瓜因和后卫卡尔达拉，这是他们一个巨大的野心，而米林科维奇将是另一笔交易。他在拉齐奥成长，为欧洲最好的中场球员之一。根据 No Stop It 的说法，红黑军团正准备一个巨大的转移方案，其中包括向拉齐奥支付最初的3560万英镑的贷款费用，然后可选择永久签下塞尔维亚人额外的7120万英镑，这笔交易的总价值将达到惊人的 1.071 英镑。现在看来， AC 米兰将会击败其他对手，并将实现米林科维奇的签约。正如 No Stop It 所说，尤文图斯也对这位23岁的塞尔维亚国脚感兴趣，而 Casio Mercato 最近将他与切尔西联系在一起，并有可能与穆桑达进行交换，并且曼联在今年早些时候也与米林科维奇的转会联系在一起。今年夏天，红魔可能已经增加了弗雷德的选择，但是在穆里尼奥的系统中，他还没有真正解决博格巴的难题。很多人认为米林科维奇可能更适合穆里尼奥的选择，他也肯定会是切尔西一个非常有用的签约，因为他们现在在这个领域的选择可选择性。自从去年夏天马蒂奇离开斯坦福桥以来，切尔西签下了巴卡约科和德林克沃特这些球员，虽然巴里带来了若日尼奥，但他更想要得到米林科维奇，因为他更喜欢 4-3-3 阵型。米林科维奇、若日尼奥和坎特是他最钟爱的中场选择。